最后两年，准考证发到了高三五班每个同学的手里。最大的感觉就是紧张吧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普通高中嘛，各种实力都不如那种重点中学的。成才的有多种途径了，就是到高职也是可以的。我以前一般复习到11点多钟吧，现在是到凌晨甚至到1点钟，常有的事。我们家应该说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我身上了。我相信只是一段时间的累吧，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好的。看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我做的感觉挺好的。就数学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。考完了先放松吧，先放松一下，我这几天实在是太难过了。军师是我爸爸，我爸爸给我谋略的。起先吧，我就找那个分数是上海大学那个，也是找了一些分数不算太高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嘛，看我经济学类嘛觉得还不错，我就填了第一志愿。一开始我不准备报名的，然后我们学校组织在开家长会啊什么，我母亲回来做我思想工作的。因为我估计到我自己大概只能考420几分左右，还播出来是440分，我第一次不敢相信我自己考440分，播两次终于证实了是440分。后来我妈妈流眼泪了，我爸爸也流眼泪。我估计嘛，本来430到450之间吧，考到四百三就嘛，我是根本想到。